与王者距离很遥远，在家念佛回向有效吗？从这个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实验里面证明到了作孽。比如说这个朋友距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听到这个讯息，每一天在家里面恭恭敬敬念佛给他回向，这个力量大到为什么呢？念力超越时空再远通通能达到，不可思议那在华严经上呢，这些事情佛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心想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没有时空的限制，没有空间就是没有缘尽，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我们在这里诵经念佛给他回向，立刻就达到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人走了以后他究竟到哪一道去了，我们不知道。如果我们常常怀念他，常常诵经念佛给他回向，对他有没有好处呢？肯定有好处，好处多多这个道理要懂这个事情要真做决定不是迷信。